饭吃一个。茶还可以啊，爱爱，往昔啊，往昔，往昔这样。领跑汽车。没什么人哦，好安静哦，真的是，不行不行，声音太差了。
上二楼看一下。孩子玩的，静，安静的，安静的。静悄悄的，这应该是算最冷清的万达了，在中国。刚开始这边人流不怎么样了啊，周围的房地产不行，不景气，房地产入住率的人太低了。你的就是你的就对，这个比刚刚的好。太安静了，这家又没开了。今天可是星期天啊，朋友们。星期天的万达竟然是这个样子的，难以想象。四楼更安静。哇，这是吃的，这是吃的。四楼全部是做饮食的啊。
姓毛。没了没了，逛完了，逛完了，全部逛完了。这个就是万达目前的现状。Nobody here, nobody.